李学林、吕振如、林志杰、田磊以及 Quincy Davis， 这是中华队的先发五人，在亚锦赛当中几乎都没有改变过。野兽今天工作其实蛮辛苦的，因为他防守 Hayes， 所以在进攻方面他也受到一些压制。吕振如适时的切入真的就蛮重要。对，尤其在田磊下去之后啊，不能只靠志杰一个人。好球 ，Good pass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运球的同时啊，看到一个机会马上的传球，有点像 Steve Nash 的感觉。我们看到志杰这个 band pass 角度、力量跟他反弹的高度都恰到好处。对，西湖的整个身体的素质啊，真是没话说。昨天经过这么样的重击的时候，今天还是为中华队效力，值得人鼓励啊。哇、哦，好球、哦！吕振如又接到林志杰的传球，打得够耐心。对，这样的一个心态，我们可以看出来。哇，这又是漂亮的吊球啊！好球 ，and one， 林志杰传出了助攻，给 Mr. Q。我们一再提到，这门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林志杰跟 Mr. Q 的两人配合，这样的轻松吊球、积极卡位，已经不断的在说到了。